应该嘛是有人会当回答玉皇姑娘所出的课题。那呢，咱就要求玉皇姑娘，予咱会当在天水楼留宿一晚。大公安怎？哎，你这不识鬼啊！哎，哪会当甲伊安尼抬高啊？哎，你莫袂记啊，你是彩华银行的。你是什么人？来临危受刑问题。出地那是分门重地，不准你伫遮学别乱来。要做这个台北地府哦，不是这么简单的代志。这边，我即马是地府大人，假使讲，等我对到这笔宝藏，我都有权、有势、搁有钱。你哪会伫咧我的脚趾头做这种代志？你不是人，你袂该笑。你一挂心狠书，拢下跪倒回去啊！难道我嘞？我已经是你的人啊嘞！你替咱唔管我是无？恁一时气，报百年薪。啊，人讲自古才俊多风流，啊，迄杨姑娘这么水，阁这么温柔，你会去撒掉伊嘛，真正常啦。你卖我别个卖我无必须嘛。总算哦是甲咱的婚礼拢订好啊，咱请你阿爹来参加好不？我阿爹。为了情化作千言万语。